这人涉嫌伪造文书卖假药啊！我接到线报，讲你当去做交易，我怀疑你该是共党的。李工厂，卖假药啊！阿顺啊，是讲哦，你讲的迄什么线报是为倒位来？你莫搁只电信假笑哦！我甲你交易的画面拢已经翕落来，你敢唔承认？无啦，我哪里唔承认呢？啊！这画面内底人咯，根本都唔是我啊！你叫我无识识伊啊？阿叔，还真正念着人啊！孩子，我是曾四方的律师，我即摆要求您马上停止询问。另外，董树林有权保持沉默。啊，不过您若是坚持要继续问，马上做你问，我会代替伊回答。多谢你。嗯，啊，这也无啥啊。但那是你啊，啊，你不是已经安全离开啊？无来无及走来警察局要从事。那不是我替你办搞不？你敢无法度为警察局出来？那个拜托，我自细汉伫遐也是遐摆摊做生意，规工嘛拢走警察局。啊，今仔警察局啊，袂输敢那检查走较同款。啊，其他家家就是哦，问一下话啊，做一个笔录，然后闹啥？哎，啊，你无来无及啊，你走当来警察局，你是咧丧死哦。那是去有人认出来要安怎？伊是有你的迄个相片的。啊，万不幸那是去有人认出来，就无使我咧替你当警察的，知无啊？拜托，我是输呢。就算讲我叫你阿登去哦，我有把握，我会当平安无代志。顶多是你啦，唔知影头唔知影尾，有人做什么英雄啊？代替我去用抓咧。因为这是我欠你的。你讲我啥？当年那不是我避开的，今仔去用抓药啦，就是我。所以我一直感觉对你做歹事。过去的代志莫讲啊啦，我早就已经无甲放伫心内。搁再讲，咱拢大汉啦，过去的代志都过去啊。伫我心内，你永远就是我兄弟。啊兄弟出代志，我当然嘛要跳出来斗相共，啊就算什么兄弟对吧？我甲讲。哎、欸，你拄则来警察局的时阵哦，讲你是律师，我又用加一条诶。哦，你这个气势哦，真正够赞。我咧出出入入哦，警察局咧接了一摆哦，考一摆，有只律师哦，啊，陪我做伙行出来，我真正感觉足风气，感觉帅气。阿芳啊，以后我的代志莫有管啦。国刚安怎讲哦？你嘛是咱公司的直播一哥嘛？啊！伊若常常安尼走警察局，死搞，人会安怎看咱公司，对吧？阿姐，代志拢已经不干了啊！你要甲你替公司设想，什么意思？你敢知拄才我伫警察局的时阵，遐警察拢有甲我讲啊，因接到消息，知影因要做违法的交易，早就伫遐赶灯啊。而且嘛，翕到你甲对方交易的相片，虽然讲你的面是翕甲足清楚的，不过附近拢有监视器。警察查来到你家，那是早晚的代志。阿姐，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是不是一直拢在替郭家坚做这垃圾袋？吃饱了好顿。今仔代志，当作甚物拢无发生过。刚刚要参详讲了一层讲法，不过最后死路一条。但是拢已经遮尔明显，敢讲你爱甲看无？我有药，我拢药有。过几天，当作是利用你的目的，就是想要利用你来替伊做一寡违法的代志。当我代志也是白空，但甲所有这种善良到你的心，让你去坐个阿姨咧。你赶快让乡亲安尼清清气气，继续做一慈善企业家，你实在无？我信你，你真够编故事啦！半钱要生一个囝，安那？直播一个做古玩哦，生肖的拢敢讲啊？阿姐，我就是真心甲你当作是我家己亲兄弟，我唔只安尼甲你讲，
因为我真正无希望你去用过肩轻利用刷了，一脚踏走，就采取江瑞哲同款。所以我怀疑江瑞哲的死一定跟过肩轻有关系。我无想要听你点只讲一个无证无据的代志。请问有江瑞哲白走的代志，你知道吗？我哪想得想啊？是安怎江瑞哲跟过肩轻谈判了，伊就跳海自杀啊？是过肩轻害伊压力伤大，还是讲选择跳海自杀？根本就不是江瑞哲原因。别再说了，想说别再说，所有结果你应该摆在眼前，想说你到现在还这么不肯接受，因为那是我家的事情，因为我爸对我温情，我一世人害不了，若不是你要用我栽培我，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。你就是想要利用你对他报恩的心情来让你去抵制这些坏事情，你是知道不知道？阿姐，我知道你即马应该也甲无法度接受，你的心内痛苦我无法度了解。当年若毋是我避起来，今仔替过家兄做这歹代志，难道会是我？是你替我承担，我不是为我的人生。兄弟，你阿爸卖插手，我真正做袂到，就是爱我心。我咪要阻止你去用迄个卑鄙小人利用。现在已经不成就我爸啦，啊？讲啊！我无同甲你讲伤济，我今日当甲你讲，这是我甲过家庭之间的恩怨，今日当靠我家己的方式来解决尔。我只是希望你卖加入我甲过家庭的恩怨内底。你敢知影？你要对付我爸？就等于是对我个亲吻，你敢有想过你要哪做？要哪做，我要是清楚的。我即马为了当做的是靠讲你，伫过间间如何如何上好势，甲伊断绝关系，安尼才袂到时阵，连你也受着牵连。免你伫遐假好心啊！你应该要关心的是亲吻，死狗就是知影，你要对付的是你爸爸。你要怎麼面對他？我就是為了要保護他，才會選擇跟他分手。因為我真的很怕到時候，請問你若是知道這個真相，他會受到很大的傷害。所以阿姐，我拜託你，你得要好好照顧清文。我想討厭的是你這種電影的態度。我警告你哦，我警告你哦，请问上要紧的人是你，你不能做我无在了管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你若敢去伤害着伊，是我妹啊！我这世人想无想要伤害人，就是像我。不过我今麦真正心无有计划。阿姐，你未来要我祝贺人生要够前途的，下趟真正拄着你，我真正欢喜。会记咱迄当阵李玉英的熟识时阵，咱还阁细汉，无论你选择咱想要滴的人生，要不然今仔咱拢已经大汉啊。有天你也冇那个权利，会当选择咱家己想要滴的未来。我来讲，你应该听我讲了。